玩娱乐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们是 Black Ace， 让我们一起展现美好青春的力量，做有态度的新青年。安小娜1993，温柔零，调皮零，善良零，邪恶零，情话零，怼怼零，就像一个邻家男孩，是个你敢问他可能就敢答，时而天不怕地不怕，时而又怂怂的弟弟，是个能挺身而出，困境中雪中送炭，顺境时，默默祝福，值得交的朋友。以上真假交给路人慢慢辨别。他是个男死粉丝。男死粉丝不爱营业的 idol 绝对真实哦，吓我一跳。不是他们这个说出来这是干嘛呢？他们就是在鞭策我，在阐述为什么喜欢你们的理由。谢谢。哎，童哥的 YAIY， 因一个综艺相识，喜欢上他的懂事可爱，非常喜欢童童。希望杨童继续带着满怀的期待，无所畏惧的向前走吧。尽管一路上跌跌撞撞，但爱你的我们会在你的身后给予最大的支持与肯定。不论未来是倾盆大雨还是万丈光芒，我们都会义无反顾地陪你走下去。那我装一下深沉吧，好吧。朋友，愿我们不负韶华，以梦为马。艾特 HD 的小镇姑娘，喜欢上她实在是一次 live 上看她的舞台，在她上的那么耀眼与众不同，哇，行不行？真的可以称为一眼万年。她性格爽朗，暖心善良，全能姐夫哥哥，一直坚持着自己死磕的梦想，一次次追逐并超越自己的目标，一次次挑战和刷新自己的极限。一直用自己的方式告诉所有人，他是铁粉，他就属于舞台的人。这是老粉吧？那就是小陈姑娘。对，那你能对他用死磕的人，一定是他老粉。对，因为就是我刚开始4年前，就是大家所认识我的时候，就有一个挂了一个身份，就是死磕。其实现在不能死磕了，岁数大了，但是还是会坚持。然后谢谢对我这么了解，然后像你说的那个，我是属于舞台的人，然后。舞台是谁？我是属于舞台的人。舞台是属于他们的。是谁？舞台是喜欢我的人啊？不，桃心的姓武平台吗？我会用我的方式告诉你们，谢谢。Adam 爱吃鱼对吧？你来。以团的时候只看过一两期节目，对王迪的印象也不是很深。依稀记得有一个唱 JB 的 boyfriend 的男孩子，唱的还不错。真正开始认真的认识你，是因为《爱不离开》这首歌，觉得这个男生的声音很不错，能带给我一种舒适的心情，所以希望你新的一年能唱更多的歌，网易云电台能够继续更新。好，谢谢你喜欢我唱歌，然后我以后会继续给你唱。还有小鹿要开心呀。对于陈顺入坑，是因为感觉这个唱歌很好听。你不要擅自改词好不好？那些年感动。看来是对的哦。饕餮的怪嘴。好。顺哥唱 rap 音色很惊艳，后来发现顺哥就是一个面冷但内心柔软，很好的哥哥。什么呀？虽然会经常臭脸，但偷着乐的时候，很好。真的超级可爱，他真的。别人给他，我肯定有一些词语，他真的省略了非常多的词语。是吗？对。就谢谢。溅起水花的喵，低眼的冷淡随性，行动的简洁霸气，阳光男孩时的与众不同。喜欢他整齐的行李箱，表演时的眼神， battle 时的神在意。喜欢他反正女儿不会喜欢的样子，那个样子。然后发现被骗了，童哥一句不反，只留可可傻憨憨，我都沦为颜粉了。谢谢你的信。冷淡随性，行动简洁霸气，就是我
当时想到什么就是做什么，然后就是只是说在做与不做之间选择了不做，反正就是我希望就是大家都可以随心一点，然后放轻松，就不用那么累，所以我就那么做，因为有时候选择也会成为太大的一个负担。然后谢谢BA 团粉，大共同和和赵宝林，舞台菜鸟逆袭舞台王者，杨桐变形记的保险哥，现在的杨天霸，商振博茶言茶语总能说服我，赖玉哲全能宝贝大眼仔，田书成认真跳舞的男人最帅，王迪话少但是舞台上会发光，不灵不灵，陈顺你跟不上的筷子 rap， 龙鸿浩抓不住拍子的灵魂。因为我觉得他这个东西肯定是怎么真的是团粉之所以是团粉，应该对每个人都很了解，对对，写的都是我觉得每个人都是觉得很符合这样子。保险哥啊，杨天霸，我都不知道的事情。下一位是发发了哇，他说2019年1月21日，我真切感受到了何谓只是因为在人群中看了你一眼，那是节目第一次公开录制，10个班级80个人，当闪电出场时，我一眼就被大眼睛白皮肤站在中间的你给吸引住了，哇好甜，于是我在心里记住了你的名字赖玉哲，第一眼喜欢的人真的会喜欢很久，我还是好喜欢你啊。嗯，哇，这一句第一眼喜欢的人真的会喜欢很久，就是给人一种很撩的感觉，对，因为就像一见钟情的感觉嘛。然后谢谢你在那么多人群中你会记得我，那代表我跟你有特别的缘分，然后每一次像你们这样子的鼓励跟努力都会给我们很大的动力，我这边也会努力继续做出更好的东西，然后让你们可以去继续的喜欢我们的，谢谢发发了哇。我3天3夜没睡觉，我也会打游戏，我不是，哎，我们第一次录，那睡得还好，就是2天，对，2天没有到3天3夜，收吧。我有啊，有的人就不用，对啊，我俩忙，我俩肯定有，我会做可乐排骨，我也会。我也会啊，真的，他是第一次的好吗？我做过，我第二个没到的就做可乐鸡翅。我小时候做过，到我了是吧？我在成年之后长高了2次。真的，真的君子游戏，君子游戏，折手指。那好吧，那我没有。我以前可以跟别人，我可以连喝17罐啊，今天不行。我真的不会一天之内会还是一天，就是你喝过以前，对，他家以前批发我来家是那次是小时候不懂事跟别人打赌，就是说我小不睡觉好好石头我给你，但是你流鼻血了吗？没有没有，是真的没有，是你够硬气，真的哎呀没有啊，我说你留了一个在发发誓爱心，发誓爱情，我有很多我好爱心，发誓爱心，爱心 ，OK， 五票，然后对吧？然后是九票，第二个，然后是龙，发地，九，这是第三个，然后还有一个是九，这是第四个，然后还有一个是。送上一个鲜味啊，就这儿5个，哎，好，那我坐着来吧，不用了，他都去了，去前面。好，那第一个是单膝跪地，嘿，单膝跪地，然后第二个是我想想啊，妈，扔给你，砸他，然后第四个是永不言败啊！用 rock 的态度过自己的人生，做就好好做啊！
对，加油，要做就好好做，不要留下遗憾。还有吗？抄了别人剧情，没想到。我的微信的签名一直用到现在。向上啊，华丽。对，你给我说出来好。哦，那我的微信签名也是，我是一个前辈。向下吧。一个前辈告诉我的，把风浪踩成红毯。那我的是天天向上。好好学习，真棒！我的是好好学习，真棒！好好学习，真棒！第二个问题，你认为年轻人应该用怎样的方式度过自己的青春岁月？追随你自己内心的声音，去做你想做的事，不要留下遗憾。我觉得就是要用自己坚持不懈的那个态度啊，我觉得应该是要多多的学一些新的知识、新的技能，就是在人生不要留下遗憾嘛，然后把自己想尝试的东西都尝试一下。我觉得。度过个人度过青春的方法是，你有追求的东西你就努力去追求，在这条路上不管遇到什么事情你觉得是对的你就去做，不管对错，然后最后果你要承担住，对自己选择的路就负责任的走到底。我觉得就是用乐观的心态去面对任何事情，好好做。哦，我觉得要享受生活，然后不要留遗憾，然后要努力。我觉得就是大家心态，就是你要不管做什么事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，然后让自己感受不快乐，其实快乐是最重要的。对，好好去享受生活。我觉得也是像说的，就是我一般就是你喜欢的事物的时候你才会有坚持，你才会使你快乐，但你在期间遇到所有事情的话你都可以迎刃而解。